没在，还有没有油啊？没在。下面有车，可以换一个。我们去哪里啊？ 你们都不讲话，太安静了，搞得我都有点慌。欢迎良医，骂我的不会，有粉丝牌子的，把牌子带上骂我，哥就不会误伤友军，是不是？前方有危险。 放你的屁！有粉丝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啊，表妹，上车。 你们是不是钓大婚了？然后不讲话？没有。